曾是江蕙、蔡依林合声歌手，马毓芬办演唱会原因有洋葱。马毓芬将于4月18日举办音乐会。图达宝国际有限公司提供，20001803.20。华语乐坛人称小芬姐的音乐人马毓芬，从幕后合音到曾走到目前推出5张个人专辑，再到后来成为众多天王天后经典华语情歌最重要的制作人，近年更成为歌手们世界巡回演唱会背后最依赖的和声。而马毓芬将于4月18号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 TIC 举办《爱的旅程》音乐会，除了记录整理自己超过30年的音乐心路历程，也及此纪念逝世11年的音乐人哥哥马兆俊。为了4月18日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举办的《爱的旅程》音乐会，马毓芬也特别录制了一首全新单曲，同时也是演唱会主题曲《幕后歌》。马毓芬在录制这首歌时，从试唱开始，每唱一句就哭到不能自己。光第一段歌词，灯光下的歌手背对住我的表演是我习惯看的画面，录音室黑暗中藏住完美与残缺，我听过了千百万遍，如缩时摄影的功能快速回放了这30几年的光阴。这首歌从试唱到录制完成共花了6天时间，马毓芬 hold 不住自己滔滔不绝的眼泪，让这首歌差点难产。过去马毓芬除了担任专辑制作人和声外，也参与如江蕙、张惠妹、刘若英、梁静茹、蔡依林、王力宏、范玮琪、罗志祥、S.H.E等歌手的巡回演唱会和声。马毓芬曾担任许多天王天后巡回演唱会的和声歌手，图达宝国际有限公司提供，20001803.20。马毓芬《爱的旅程》演唱会另一个最特别的点是，将与罕见疾病基金会和刚成立的看见齐柏林基金会两大公益团体合作，不对外售票，选择捐款一定金额到任一个基金会，将可获得音乐会门票，用音乐串起思念，因公益成为永远。